那是从应该有。对，这是在你有保障，在身边的人有保障啊。这做和尚不是你干的事情哎。如果你有养心的话，到时候你会激流的嘞。你不做噻。家属帮忙。啊，这个不是嘞，把书拆给这好了。把书拆给这，把书拆给这，再给这把那书拆给这。好了，听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是我儿子的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没说，我没说。